是谁中单啊，只要五分钟之内没有单杀对面中单，直接喷。我反驳一句，就是我嘴菜，我反驳一句就是我嘴硬，好吧。不管任何中单啊，你们能想到的任何一个中单，我都能五分钟之内单杀。打卡沙丁的话有个细节啊，打卡沙丁的话注意囤兵线啊，囤一大波兵线进去把它越了，在五级之前进去把它越了，知道吧？那样子他就和我对不了线了。 QAW 我把下面往后拉再 A 一下，这个兵线慢推啊，慢推，等下一波兵线过来，把兵线慢慢囤住。 OK， 这波兵线进去了，有点难受。对面兵线来的有点慢，对面兵线再来快一点的话，这波兵线就卡住了。这波兵线卡住的话，他就没法打了，知道吧？ QEW 触发消费往外拉，无伤消耗一波，工程小火箭 AQ。 等下一波，等下一波兵线有机会越了啊，等下一个血池，他这一波只要不回家 EW。对不对？我说了五分钟之内单杀对面卡萨丁，对不对？现在开局1分43秒，越塔1打2单杀卡萨丁，这波单杀值不值得大家每一点关注的点个免费的关注了？我想问，我甚至能一条命打两条命，这波我不用回家。他很着急，先拉走，哎呦！第一波哪怕瑞文不来，他都杀不了我的，知道吧？因为我已经把距离拉开了，我把距离拉开过后，他摸不到我的。前期在吸血鬼，在卡萨丁没有大招的时候，卡萨丁是不可能摸得到吸血鬼的，知道吧？六 W。A 一下，触发下面往后拉，再 A E Q A， 对不对？我已经是一条命打他第三条命了。我红都可以吸一口，我还不死。这一波等我血池好了，他又死了，对不对？我真的在一条命打他第三条命了，还不值得大家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吗？我感觉对面楚玉群过来了。他升五级了，这一波有兵线给他升级，但是我怕不一定。哎呦，他 Q 技能 CD 好，他 Q 技能没 CD 没好的话，这一波他杀不了我，是五分钟之内单杀卡萨丁了，对不对嘛？而且我是一条命打了他三条命，如果说楚玉群不过来的话，这卡萨丁又要再死一次，一条命真的打他三条命。而且打的也不是什么低端局，打的也是一个王者分段啊，打的是也是一个王者分段。虽然说不是什么很高端的局了，但是也不算低端局了。卡萨丁这波过去可能要捡人头了呀，但是他不一定能杀万豪，万豪还有蓄力空拳的。加加能唱，我说了，你们能想到的任何一个英雄啊。今天有从我第一把游戏一直看到现在的，应该都知道，今天晚上开局第一把一直到现在，每一把不管对线什么英雄都是五分钟之内单杀，什么阿克上啊，什么卡萨丁，什么卢锡安，都是五分钟之内单杀的。EQ 消耗，这波先不着急回家，这波的话把这层塔皮吃了再回，还能再吃一层塔皮的。左一也五分钟之内单杀了，今晚你们能想到的任何有压力的英雄都单杀了。回家。摩甘娜更简单了，摩甘娜。非要搞死吗？非要找死啊！非要让我把他杀了再回家，
就比如说这一波，我想问，就比如说这一波，有谁的吸血鬼能够在残血的状态下去追着一个满血的卡萨丁追到塔里面去给他单杀了，对不对？你说这个卡萨丁不会玩，那么我想问你，我想问大家，这一波卡萨丁有哪个地方操作不对劲，有哪个地方操作错了，对不对？他没有任何一个失误的地方啊，但是我就是能追着他打。卢锡安今晚也杀过了呀，卢锡安、卡萨丁、阿克桑，我就只说这三个英雄，卢锡安、卡萨丁、阿克桑这三个英雄压制力够强了吧，对于吸血鬼来说压制力够强了吧，但是这三个今天晚上都杀过了。只要有一把五分钟之内没单杀直接喷好吧。这把又可以做三输了呀，该说不说又可以做三输了呀。先把三叔的钱刷出来啊，先把三叔的钱刷出来。觉得甜甜打得还不错，喜欢看甜甜直播的没点关注的点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甜甜啊，不需要大家刷什么礼物啊，只需要一个免费的关注就可以支持甜甜了啊。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送一个小心心或者是人气票啊，只需要一个钻石啊。把三叔的钱刷出来先，大大风铃没闪现的EQ 消耗一下，这边有个楚雨荨，追得上吗？算了，我不追了，我不追，回家把三叔做出来。三叔做出来，这把游戏就结束了呀。先小小的发育一波，小小的发育一波，该吃兵线还是要吃，不能说因为我们是优势就不发育了。吸血鬼这个英雄太吃装备了。怎么说？谁在欺负我队友？哎呦，这剑姬，哎呦，这剑姬还会用 W 挡我 EQ 啊！这边剑姬好像有点会玩了。你在干什么，宝宝？能追吗？我没拉到，可惜了。哎，你非要死吗，兄弟？不是在送吗？他自成三叔到账，万豪，万豪！有个卡萨丁呢，卡萨丁不见了，剑姬没有蓝，这波他跑不掉的。三叔叠起来了呀！哎呀，完了！哎，我刚叠起来的三叔玩个毛啊！哎，我八成三叔没得了哦，现在还有两成，还好，能接受。这还有点超模了，以前是佛耶哥拿到就赢，现在是瑞文拿到就赢，真的。瑞文这个英雄这版本太猛了，没有比瑞文更超模的英雄了，这个版本。大家如果说玩打野的话可以去练一手瑞文啊，真的，这英雄拿到就上分，无脑上分，拿到就上分，真的拿到就上分。练会了瑞文上不去分直接来喷我，在任何分段拿到瑞文就上分，真的，不管高端局低端局拿到瑞文就上分。贴个头，又是四成三叔，我在路上。回家把帽子一做，哎，初三，回家三件套，变身。那么经常看甜甜直播的应该都知道，当甜甜三件套过后，
话意味着什么打在公屏上。亚索，亚索的话太吃手法了，知道吧？亚索的话需要操作。亚索不是，亚索是包 C 不包赢的，不好上分。亚索这个英雄虽然说他很能杀，但是他不包赢，不好赢游戏。慢慢来，慢慢地翻。注意看这波 EZ 怎么死的。W 在躲属于型大招，开起跑拉着，对不对？高手从来不回头，看爆炸，满血 EZ 瞬秒，然后再反手 W 细节躲掉属于型大招。这剑姬，我说实话有点猛，他逆风局能对着我们家的人打。不是省三输，蒙多好上分吗？蒙多 C 不了啊，蒙多上单，上单英雄的话可以不用问我了，上单这条路的话，他只能靠局势，他只能靠队友来 C。上单的话，他上单自己一个人是 C 不了的。好，你能跑得过我？一 Q 消耗一下，你在干什么？我在路上。这属于型大招都还没落地就死了。8×30，我感觉我一个人可以那个了呀，我一个人可以一打五了呀。但是我得小心一下这个剑姬啊，这剑姬伤害贼高，真的，这剑姬可以秒我的。哇，好一 Q。哇，这瑞文高手来的呀！拿下，基本上一波结束了呀！小心打他兵啊！这 EW 直接炸，26×30，再差一个30，一 Q 消耗一下 ，A 一下，金身能死啊！秒一压起身，28×30，结束。拿下！金刚影瑞文，他打上单确实是确。